那个各位观众晚上好哈，今天呢一如既往呢，为大家带来呢美国总统本纪的第37集哈。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人呢，就是曾经做过呢这个非美活动协会的调查员，所以我们管他叫大内密探啊。另外呢，他又是美国的一位合格的外交家啊，曾经去过和咱们中国呢等于呢建交，又成为第一个呢拜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还去过伊朗啊，所以我说他是合纵连横，是吧？那这个人是谁呢？大家就知道了哈。这个人呢就是理查德尼克松啊。今天是第37集《美国总统本纪》啊，理查德尼克松的介绍啊。尼克松呢是这么述职啊，特朗普是这么述职哈。其实呢，我说经常说呢，这个纽约市啊有非常这种浓厚的历史。我们看这个牌子上写着这个缅街 （Main Street）， 这是重要街道。其实这个缅街在哪儿？这地方就在法拉盛啊。一说到法拉盛，好多人想到啊，那个中国人聚集区，就是除了吃的，其他就没什么那地儿。其实那个地儿历史很丰富的啊。这个咱们说呢，是1972年尼克松的竞选会上呢，在这个纽约市皇后区法拉盛啊搞的这么一个，就是这一个集会啊。好，咱们说一下啊，这个理查德尼克松哈、他是第37任总统，生于1913年的1月9号，是中华民国二年，死于1944年的4月22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45年。任期是1969到197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20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25年，共和党总统，56岁做的总统啊，81岁去世啊。他是摩羯座啊，是属牛的美国总统啊。咱们说呢是这个英格兰人啊。他的新的教派呢就是这个贵格教啊，一个古老的这个宗教啊。但贵格不是长这个样，这个才是真正贵格的标志啊。他呢是出生于加利福尼亚，但是参选代表的则是纽约州啊。他是这个惠迪尔学院，在惠迪尔学院毕业，后来又上了肯特大学的这个法学院。有很多人说啊，你这不对，你这不是肯特大学的标志。是，这不是肯特大学的标志，这是肯特大学法学院的标志。我知道你们说肯特大学这个标志是吧。身高呢是五尺十一半啊，十一点半，一米八二左右吧啊。咱们必须要说一下尼克松他们家啊，这个是他爹法兰斯尼克松，这是他母亲汉娜尼克松。据说他爹呢有妄想症还是什么，于是给他家的五个男孩取的名字呢全都是英国皇帝的这个名字，包括理查德尼克松啊，理查德就是英国皇室的名字。但是英国皇室说呢跟他们家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咦老乡你弄啥嘞。啊，说一下呢，他这个最早上学的就是这个叫做惠提尔学院。惠提尔就是这位啊，是用了这位，他是1887年建的校，用了这个约翰格林利夫惠提尔的名字啊。这个惠提尔呢，他是美国非常著名的这个炉边诗人啊，包括你看到这四位啊，惠提尔、洛维尔、朗费尔哈、这都是朗费尔，这都是呢咱们说呢这个叫做这个炉边诗人的代表啊。另外呢这个是杜克大学啊，这个是杜克大学的法学院啊，是在1865年开始正规化的。另外呢杜克大学在法学院，美国法学院排在呢这个 T14 里面。这个 T14 指什么呢？就是指美国的这个大学中法学院常年霸占前14名的啊，这就叫 T14 组织。杜克学院就是其中之一啊，这个就是杜克啊。你包括哈佛、芝加哥、哥伦比亚、斯坦佛、耶鲁、纽约、宾夕法尼亚、维吉尼亚、密歇根、西北啊，你康奈尔啊、乔治顿啊等等的，都属于这个 T14 组织啊。说一下他的生平吧，他是1913年1月9号生在加利福尼亚这个友巴林达啊。1922年全家搬到了这个洛杉矶附近的这个惠特尔，这也是为什么他在那儿上学原因。1930年高中毕业呢，同年就进到了这个惠特尔学校呢学习。在1934年呢是全班第二的成绩呢从这个学校毕业，
同年呢，进入到了杜克大学的法律系进行法律研究。在1937年又以全班第三的成绩从杜克法学院毕业，同年呢又通过了历史考试啊。1937年到1941年在这个惠迪尔呢做这个律师啊。在1940年的一次这个偶然的机会呢，和这个凯瑟琳 Patrick 呢结婚啊。这个是咱们说是尼克松大学毕业的照片。尼克松家呢虽然小时候很穷，但是尼克松呢是个好学生，学业成绩呢一直都是排名在前哈。咱们说呢，这个就是尼克松一生的地图之一了。你看这是尼克松啊，住在这个贝弗利大道1941年和他的这个太太啊 Patrick 两个人啊。当时呢边上有这么一家呢叫做惠迪尔女子俱乐部啊，这个理查德呢和这个帕特啊，因为呢凯瑟琳不喜欢人家叫他这个凯瑟琳，喜欢管他叫这个帕特，所以那个帕特尼克松也成为了就是当时第一夫人的名称。因为呢他家呢小时候信这个荷兰改革会的，所以说呢这个呢凯瑟琳的父亲管他叫帕特。他和这个尼克松呢就在这个剧院里排演一出这个歌剧，叫做黑暗之塔啊，两个就是这样一见钟情的哈、啊、这就是 The Dark Tower， 那一个挺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故事哈、啊、这个就是他的太太这个 Patrick 尼克松，又叫帕特尼克松哈、啊、这是两口子在自己家跟小孩玩的时候的，你看跟他儿子玩的时候的这么一个照片啊。咱们说呢，从1942年他就进到海军服役，因公呢晋升了中校。在1948年的8月呢，揭发这个西斯间谍案，以这个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专员啊一举成名，并且呢在1950年的11月7号呢击败了民主党的女众议员海伦道格拉斯，当选为呢就是加州联邦参议员。所以你看到现在乔治亚州这个咱们说参议员也还在竞选中，民主党和共和党，其实在1950年呢就已经是这样了。包括呢你看到这是他在海军服役的时候，他在1951年见到我们的老艾克，艾克就是艾森豪威尔啊、那会儿叫做艾克和蒂克啊。这个是他和这个咱们说这个道格拉斯有 Pink Lady 之称啊，两个人呢，而这个 Dick 呢，尼克松叫做 Tricky Dick， 就是会捣蛋的 Dick 啊，所以说到 Dick 就说到是这个尼克松了啊。另外这是尼克松呢揭露西斯时候的一个照片啊。咱们说呢，在1950年7月11号被共和党呢提名为该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在1952年呢面对了自己的第一个918啊，其实这个918好像跟这个尼克松跑不了。这个纽约邮报发表一个内幕新闻，说尼克松呢挪用了将这个18000多的美金挪为私用。后来呢在1952年的9月23号呢，这个尼克松呢在洛杉矶发表电视声明，最终呢成功洗白啊。咱们说呢一直呢就开始干下去了，一直到1960年7月27号接受共和党的这个选举人提名。这是尼克松当时在这个做这个1952年做这个答辩电视答辩的时候饲养的一只小狗，这个小狗叫 Chex 啊，这个小狗叫 Chex 啊。这个说一下，就是1952年9月23号的这个叫做 Chex Speech， 这个 Chex 就是指骑手的意思哈。当时呢尼克松呢回答了所有的问题，并且说呢那个款项呢他自己一分也没有动，他明确的公开自己的这个私人财产记录，这个银行账户内的存款，以及呢两处房产，还有呢就是说他说唯一不知道怎么说的就是那只小狗，因为那个小狗是突然间是送过来的。于是呢成功的呢让当时的美国人呢就是拾起来对他的信心，认为他是一个老实人啊。之前要不然他经常被称为这个 Tricky Dick， 就是这个道理哈。所以这是当时很多人为他的给他写的这个安慰信呢有好几十大麻袋之多啊。咱们说在1960年的9月26到10月21号呢和我们的风流大帅肯尼迪呢进行这种辩论，但是呢以微弱之差呢输给了肯尼迪。这就你看出尼克松和肯尼迪两个人都是，或者说尼克松吧，尼克松的这个心胸比较大。其实当时尼克松查选票是有可能翻盘的，但是尼克松就是没查啊。后来呢这个尼克松呢又从这个洛杉矶呢搬到了纽约啊，并且在1968年呢咱们说呢就是呢进行呢就是说呢这个进行的这个选举，最终在1969年1月20号呢就任了美国的第37任总统啊。在最重要就是在1972年的2月20号到2月27号访问了中国，和我们的毛主席和周总理会谈，并且呢在27号双方上海发表了什么呢，就是上海联合公报
啊，在1972年8月23号呢，被共和党呢就是提名连任。1973年1月20号连任成功，但是没想到呢，在1974年7月27号丹绍水门事件爆发，最终呢被这个联邦众议员一定要提出这个 impeachment， 就是弹劾。为了避免弹劾呢，在1974年8月8号啊，咱们说呢，他就宣布呢辞职啊。你看，然后呢，在1974年9月18号，第二个918啊，接受了第一任总统福特的特赦。在1978年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在1994年4月份呢病逝于加州，享年81岁啊。另外咱们说一下他任内大事哈，在1969年1月20号呢，他就任成为了美国第37任总统。总之啊，尼克松的那个时代啊，可以说是风雨飘摇，内外皆忧困啊。在这个咱们说1969年4月15号呢，就是北朝鲜呢就击落了美国的侦察机啊。另外呢，咱们说在1969年4月28号呢，这个教宗圣保禄六世呢晋升了33位主教，包括我们的于斌主教。于斌主教最早是在上海传教，后来呢是在4年之后去了这个台湾啊。而且那个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7月19号发生的这个小肯尼迪，即爱德华肯尼迪，在这个马萨诸塞省发生车祸，导致了前他哥哥罗伯特肯尼迪的女秘书这个赫白尼小姐的这个溺水身亡，也导致了这个爱德华的政治生涯的结束啊。这就是当时了，你以为当时这只有我们的只有董王才跟的北朝鲜玩吗？其实当时呢是跟金他爹就玩过这个事件，结果呢金正日呢是毫不犹豫的呢，是让这个北朝鲜的飞机把这个美国的侦察机给打了下来哈。同一时间呢，当时呢这个爱德华肯尼迪驾车呢要送这个科白尼小姐呢回家，这是他家附近的一个派对的地方啊。结果呢就不知道怎么着出了车祸，结果导致这个科白尼小姐呢就是溺毙了哈。也有人说她是杀人灭口，也有这么说的哈。这个是 FBI 当时呢就是说模拟的这个线路，而且发现了很多的这个疑点啊。咱们说1969年7月21号呢，美国太空舱阿波罗11号登月，这个太空人这个尼尔阿姆斯特朗和这个埃德温阿德林啊是登月，成为了人类第一批呢登上月球的人类。在1969年9月16号，尼克松宣布呢第二批的美军35000人在本年的12月15日以前自越南撤退啊。在1969年10月15号，25人在特区参加反战抗议，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所以你看到明天啊，也就是我们2021年1月6号，我们的董王呢要在这个特区搞这个 mega 大游行，能不能超过这个25万啊？我们呢就是拭目以待。在1970年1月20号呢，中美呢是恢复了停顿2年在华沙会谈，这就是咱们在中美建交之前我们的这个大使级的。好，我们说在国内呢，包括1970年4月20号呢，尼克松在电视上表示呢，在1971年内哈、啊，美军150000人呢将呢撤回到那个美国本土哈。另外，在1970年5月份呢，分别呢在5月4号和5月12号呢发生了2起，大学里的惨案。第一起呢，就是发生在5月4号，俄亥俄州肯特大学的这个4名啊这个大学生被枪杀。分别是这个 Jeffrey 米勒、阿里森克鲁斯、威廉姆绍尔德以及呢三塔纳薛勒啊，4个学生呢被枪杀。过了8天之后，也就是1970年5月12号，在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州立大学呢，又有2名这个就是反战的学生菲利普吉伯斯以及呢詹姆斯格林也被枪杀啊。所以说我们看得到那阵时候呢，美国的各种阶级的这种反战思潮呢是非常的厉害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1970年6月10号呢，非洲裔的这个肯尼·吉伯森呢做了这个新泽西州纽瓦克的市长，这个是有史以来呢黑人担任美东大城市市长的第一次啊。所以说呢，从这个1861年左右开始的美国的南北战争，到后面的就是一直到了这个1970年才有呢就是黑人坐上这种大城市的市长。所以你看到黑人在他们的种族史上的这种斗争呢，也是从被迫到自主再到自主觉醒，然后呢通过法律的途径来就是取得自己的政权和平等地位。所以说呢也是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所以说你说华裔呢需要多久，那就看华裔自己的
一个就是什么时候能够完全的觉醒，并且呢能够利用美国的合法的法律允许的这种机制来为自己博取利益了啊。另外呢，1970年12月21号最高法院呢说将公民选举年龄降至18岁呢属于违宪啊。好，咱们说呢，这个是理查德尼克松的上期了哈，感谢大家收听。想接触真正的美国，听闻最专业的讲解哈，接触最丰富的历史知识，就请关注我的频道。我是呢纽约市官方导游王隐，欢迎大家呢来纽约旅行。好，我们一会儿呢下期再见。